今天来讲讲别干陌生月游戏的炮弹选择，还有一些捕获怪物的小技巧。一开场之后可以看到这两位玩家的势头强劲猛烈，很有目标呀。我是今天的幸运儿之一，大招驱魔烈焰又来到这个位置上，有助了一臂之力呀。限时30秒的时间，炮弹威力是一般炮弹的几倍大，我一在打怪物的时候特别给力。来来看看三号位置玩家和四号位置玩家的打法，自身威力都有调整，所以炮弹的威力都很大的。可以看到他们的炮弹是蓝色，属于高速切威力较大的炮弹。可以捕获怪物之后得到的分数可能是比较高的，